失手触碰电源插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一不小心还会发生火灾。在同一个插座不能接太多的电源，会发生短路现象。突然使用大量电力的话，还会出现停电现象。随便乱碰配电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，爬上电线杆更加危险。家庭用电安全，完成任务。